下那个味道有没有？嗯，这个味道就有点国术馆啊，又有点青草茶。比如说去泰国、东南亚那种熏香的味道，有一点天然的熏香，而且我觉得它感觉有精油的味道哎。那这个材料是天人菊呀，哦，艾草啦，还有芙蓉啦，哦，芙蓉，对，它除了可以熏蚊子，对，还可以用来熏香，哦，净化这样。净化，净化，你是说净化我们的心灵吗？对对对。如果小孩子又乱来，在那边叫不听，可不可以给他闻一下？他马上就哼，他就变乖小孩了。乖，你要用点的嘛，你就用点的哦，一点就有用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来，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你先大叫一下，要不啦？预备，开始。来，闻。哎，有效哎，有没有？闻。对。哇。没有，他有弱掉。有弱掉的意思。多功能的传香干燥之后点燃，会散发自然的草本熏香，蚊子不但不敢靠近，闻了以后还有安定情绪的功用。你们看，这个 Ken 跟姐姐闻了传香都变成乖小孩了。哎，姨婆，这里都是已经晒得差不多了哦。对，这是。哎，闻闻看，哇，干的好像木头哦。味道好像不太一样哦。哎，我觉得反而有一点像檀香的那种味道。哎，有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点来闻闻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来，哦，闻到了，有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哦，有没有心灵感应？我觉得啊，它烧出来的味道又跟刚刚的不太一样。你是在干嘛？因为你常常发脾气。太尬，味道怎么样？很香，很香哦，很香。哦，放在这里。不是，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船不是拿来放沙西米的吗？这是我们二坛船香的香座。这个啊，这个我们应该说它是一个反省的烟呐。闻完之后，大家都在自我反省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哦，来，那你闻一下，反省一下，反省。你要说什么？我不会再发脾气了。哦，太好了！哎呀，这不够，不够！我不要！你让他闻一下。快点！啊，我以后不应该再让亚楠买那么多包包了。慢下！我就说我不要再那么小气了。哎，亚楠，我看我们还是多带一点传香回去闻好了。体验完了传香的制作过程，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老祖先就地取材、因地制宜的智慧结晶，也让两个宝贝多认识了一种传统产业的历史。接着爸爸也顺便带你们去参观日坎古厝，听说这里有一种好喝的古早味饮料。哎，喂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这里吼，应该带我们去看一些什么特别的、吃特别的、喝特别之类的吧？对对对，来这边一定要喝一个特别的饮料。好，特别的饮料。对啊，哎呦，特别好喝的饮料。特别好喝的饮料。刚好走走，我们也渴了。不是，可是这里有卖吗？就藏身在这个老街之中。这里啊，走，我带你们来看看。好啊，里面哇，都藏身在他们的那个古厝里面哦。哇，他们来这边哦，嘿，二坛溪一定要喝这个。好喝的杏仁茶，杏仁茶，对，在这种古老的房子里面卖杏仁茶，真的都很有味道，好有 feel 哦。杏仁茶其实是一种古早味啦，对对对，哎，但是杏仁茶到处都有，这边杏仁茶不一样，这边的杏仁茶是特别浓郁，这样浓郁，像有些朋友他们来，他们还会特别来这边买完，然后买去马公喝的，这样子哦，哇，哎，你要知道二坎到马公那个车程距离也是有一段哦，秋冬啊，我们就是喝热的。哦，那如果我们是夏天的话，我们就是喝品尝看看，直接这样喝吗？当然，对，直接这样子喝，对，好古代哦，就是喝起来那种感觉啊，来，要干杯了，哇，要干杯哦，娘子，相公，哎，来，喝完这一杯，晚上我们就把灯点着了啊，把灯点着，哎呦，很自然的那个。杏仁味，我怎么觉得喝完之后会有一点干干？你有没有觉得舌头有点干干？哇，这个不自觉会想让你再喝一口，来交杯喝。哇，交杯杏仁茶，有需要到这样吗？
哎，不妨魏总，你闲着没事也一起来好了。三角恋，哇！我们一起干杯！好啦啦，干杯！哇，真的好好喝哦。藏身在古厝里的杏仁茶，喝起来口感甘醇香浓。据说日坎的杏仁茶是用100%的杏仁豆磨制而成，这绝对是养颜美容的绝佳圣品，包准让你喝完变得是北泡泡，有个又咪咪啊！老婆，我看你可要多喝一点，不然回到了台北，恐怕你就喝不到这么纯的杏仁茶啦。现在吃这个澎湖的炸桂，澎湖的炸桂，对啊，这炸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是 OK Q 还是那个菜岛桂？就是它不一样。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他在做哦。老板娘，可以给我们看一下？现在，等一下，看，别不要动。上面这个三尾是什么？是虾子耶，虾子哦。平儿的高黑是一百年前就是一条河虾。就安尼哦，就安尼，就最大不同除了虾还有什么？他用的那个一般台湾是用玉米粉，是用再来米粉，再来米粉啊，比较古味的。哎呦，喂啊，再来米线啦，加起来卡暖。这边两个来，客人先，好来来来，来来，你们先吃吃看，哎，吃完跟我们讲一下感觉啊，跟好不一样，怎样？油糕跟辣椒的，就是外面的皮是酥的，是很酥很脆，很酥很脆。然后里面有丰富的菜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蔬菜水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妈妈煮的好吃还是这个好吃？小心回答哦，当着老板娘面哦。都还蛮好吃的，算你会说话。花栗菜芹菜。哦，好胖。你还给我们补充钙质哎。虾壳没有剥哎，对，带壳的，带壳的。但我觉得它吃起来口感就很跟那个饼皮融为一体，可是很酥，很酥到什么程度？咬给大家听一下，拜托，哪么酥啊？真的很酥，所以这就是用再来米做的，才会有这么办法这么酥。哎，真的很好吃哦。对，来，谢谢。吃一口，咬一下，好，一二三，形容一下，就是很香啊，很香，来，然后很脆又很酥的，不得了了，你看到没有，多么具体的回答啊，你都不知道我们说的有什么不一样了，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没有不一样是吧？哎，何塞嘞，你这不是有奖等于没奖。不过这个澎湖炸桂还真是一绝，光是听这个酥脆的声音，我的五脏六腑也跟着骚动起来。而且这个带壳的高黑，就可以看出澎湖人和我一样节俭的性格，不会随便浪费食物。宝贝们，我们要好好学习这样的美德哦。好，来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一道，喂哦，来来来，我说来到澎湖呢，要住。就要来住这里，谢谢。好漂亮，很漂亮哦。两个人，你看这个感觉，那蓝白有没有？西大，西大的瀑布。对，这还小戏吗？所以呢？所以意思是怎么样？就是可不可能会让对？哦，我可不可能会让你们住这里？对，我只是带你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就要走了。喂，怎么可以？要抗议。师父莫若子啊！他们刚刚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我已经愣住了。他们那么了解你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没想到我身教这么成功啊！好，如果你们喜欢，我就让你们住。住几天？三。啊？住几天？你想住几天？我想住四天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哦，我自己一个问题。我不是很小气吗？哎，不是，你说对了。不要以为我真的没办法住四天哦。好，我真的没办法。那这样子，喂哦，你说三个会让小孩子喜爱的原因。我想第一个哈，一定要可以玩水的小水池。来，再来第二个。第二个要有一个大的草坪，可以让小朋友跑来跑去的。第三个呢？第三个房子要很可爱。哎呀，很可爱。有没有很可爱？人家是问有没有，你就要，反正他就是要住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非常漂亮。那你们想看房间吗？想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房间的感觉。哎，宝贝们，你们的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？
其实只要住上一天，就能够感受到放松与惬意的感觉。蓝白相间的色调，仿佛徜徉在地中海的中央，可以将所有的烦恼都先抛到脑后。感觉，哦耶！哦，我好想躺下啊！哦耶！哎，这个感觉真的好放松哦。对，希腊就是蓝色跟白色，对，对不对？蓝白相间，但我讲蓝白相间的特色，你还要让自己很舒服放松。对，你看，除了床，后面还很多那个画画，它全部呈现在希腊感觉。我感觉我有在旅游书上面看过哎，有这一幕。想说我好想换战士服，希腊罗马战士服，不想看没有，不想看没有这样的睡衣。哎，这两个，哎呦，不知情的人以为他们是青梅竹马，原来是亲姐弟，对，太棒了。那我们就好好享受这个希腊的感觉，好不好？享受我一样。占地广阔的民宿空间内，充满着休闲度假的气息，是不是很像地中海沿岸的城堡呢？这一下子，爸爸也完成了姐姐想要住在城堡里当公主的愿望。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之后，接下来又到了祭五脏庙的时刻。下一站是来澎湖玩一定会来报到的地点。来来来，哎，老板娘，哇，很年轻的老板娘。我跟你讲哦，来到澎湖，很多人说啊，刮秋嘞一定要拿，对不对？那在这里有很多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可以往打进去啦。哎，我们先来吃一个甜的啦，好不好？甜的来，哇，来一个冰心糕，冰心糕哦，冰心糕，好，来吃吃看。哦，你已经在吃了，哎呦，嗯，上下 Q 劲，中间它有那个红豆的香气，对，它有一粒一粒。重点是香而不甜哦，没错，对，因为现代人很怕甜，就是一点点微甜，哇，好好吃哦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吃吗？你觉得？好吃哦，哇，好，再来一个，还有，哦，这是什么？仙人掌酥，仙人掌酥，仙人掌哦，也是澎湖特有的，对，好不好？里面它这个里面有一次草莓果酱哦，那就逊掉了。嗯，仙人掌做的果酱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嗯。哎呦，哎，是说哦，现熬的。就说哦，像这个仙人掌的果酱这一种哦，它直接包在凤梨酥里面。嗯。但如果厉害的话，它可以拿来弄面包。请。你好几年来都没吃到的。就来了，就来了。知道我跟他讲话就是为了讨下一个东西。香肠的。哦，哦，哎，你吃下去哦，它会有那个好像你们吃跳跳糖的那个感觉哦，你有没有吃到？你们有没有那个哔哔啵啵？有没有？是不是鱼软？鱼软厉害啦！但是你觉不觉得它吃起来里面有那个很多汁？有没有？对啊，我在咬的时候酱汁一直滴，有没有？除了这三样哦，你还没有特别想吃什么？哦，来这里我的目的就是要吃黑糖糕。哎，对呢。啊，你怎么没有拿黑糖糕出来？你来到澎湖没吃到黑糖糕就白来了。来了，慢慢来。对，卖完了。卖完了。好。啊，也好啦，也好，我这样省一笔费用。那就算。对，那卖完就算，我们就走了。不用，我要吃。啊，不是，你要吃啊？人家卖完了，你要吃。上次你带回去给我，我吃过一次之后，我就难忘那个滋味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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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晚上我自己拌成黑糖糕，好不好？不要黑糖糕比较酸，还是妈妈比较酸？黑糖。黑糖糕比较酸。